你其实基本上，如果你可以把整个完整写出来的话，基本上你去对三角函数的所有的相关的题目你都会算哦。我们看怎么做，题目说以这个原点为圆心，然后呢半径是一 ，OK OK， 然后交于这个 x 轴于 A 点，哦，然后 y 轴于 C， 好像你一直看这个图，那他有告诉你这个是西塔。好，那他问你说 C D O B O D 是多少？用三角函数来表示。好，那这个题目呢，我告诉你，它的关键是这样子：你要先找出来跟这些边长有相关的直角三角形。比如说像 C D 好了，来，你先画 C D， 你把 C D 连起来。好，那请问你跟 C D 相关的直角三角形是哪一个？O C D O C D 嘛，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 OCD 对我也有个好处是，第一个 OC 是多少 ？OC 是一，对不对 ？OC 除 O 是不是等于西塔？你可以先写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要的结果嘛。好，然后呢，接下来先写上去，你就先这样写。你觉得一分之 CD 是什么东西？一分之 CD 是什么？一分之 CD， 好，你会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你看这边，跟这个 CD， 你讲 OCD 是对的，可是呢，它有个地方无法解决，哪个地方无法解决？要看哪一个角当做那个基准，你要用的是这个角吧？因为你用的是 OCD 嘛，对不对？对，那这个角是什么？这个角是九十减掉西塔，对不对？对，九十减西塔。好，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写的话呢，那 OCD 的话，你看哦，当我写一分之 CD， 我的意思是你把你已知道的数字呢放在分母，未知的放在分子，所以一分之 CD 对这个角度而言是什么东西？是不是零边分之对边？所以它其实相当于什么 ？tangent 吧 ？tangent。但是 tangent 什么？不是 tangent 西塔，而是 tangent 的九十减西塔。西塔。对。OK， 好，所以你答案就出来了。你的 CD 是多少 ？CD。你就把这个一乘过来嘛，还是一嘛，对不对？那就是变成 tangent 九十西塔，那等于什么？等于 cotangent。OK， 这样会吗？我有点忘记这个转换。好，我们的图里面呢、啊，那个你要记一下是 sin 跟 cosine 啊，可以互换吧？嗯，就是如果我的 sin 西塔跟 cosine 西塔要互换的话，是不是要找它的余角？对不对？就是如果我们两个要互换的话呢，我们的角度就是相加会等于九十度。比如说 sin 三十是等于 cos 六十。对。好，那一样，那个 tangent 也是一样。这个其实我们刚才没有讲到的啦。tangent 跟 cotangent 很特别哦。tangent 变成 cotangent 呢，有两种方法。一个是两个是导数。有没有？刚才讲到导数嘛，对不对？如果你二分之一，那我就是一分之二，有没有？除此之外呢，我还可以用角度 ，tangent 三十度就等于 cotangent 六十度。tangent 五十度就等于 cotangent 四十度，所以我有两个方法可以去换那个 tangent 跟 cotangent 互换，要么就是角度呢找余角，要么就找导数，这样子。OK， 我、这边很重要哦。好 ，OK 吗？那可以再讲是下面那一个吗 ？tangent 吗？对对对。对，刚才我讲了 tangent 跟 cotangent 互换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找导数，但角度没有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如果告诉你说 tangent 三十度，我告诉你说 tangent 三十度是根号三分之一。OK， 那你有两种方法找 cotangent， 要么就是要告诉你 cotangent 的六十度 ，cotangent 的六十度呢也是根号三分之一。哦。还有一个 cotangent 三十度是多少？tangent 六十度 ，cotangent 三十度，没有，我讲是 cotangent 三十度，它就应该是多少？应该是根号三。也就是说，当题目给我 tangent 的时候，我如果要换成 cotangent， 我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把角度呢找余角，一种呢是角度没有改，但是呢我直接找那个数字的导数。哦。对，那至于要用哪一个呢？就看题目的要求。
就是题目你所需要的方式。有的时候是我角度不要换，那我就找导数嘛。那有些是角度要换了才可以变成我要的那个结果，那我就找他的那个鱼角这样子换。OK，对，这边要小心哦。Okay. 好，那会的话呢，后面就以此类推啦。第一个也是一样 OB， 那就是 OB 分之一分之 OB。那一分之 OB 你要去看 OB 是哪边 ？OB 这条线是 OB。这条线。Okay. 好，这条线是 OB。好，那跟 OB 相关的三角形是哪一个？应该是这个才对，就是三角形 OAB。好，那如果你不会的话，我就帮你写在旁边。就是你要看的是那个三角形 OAB 的部分。好，那对于 OAB 的部分的话，请问你一分之 OB 是什么东西？一分之 OB， 一是谁？你知道吗？一其实是那个 OA 啊。就是 OA。对。所以一分之 OB 的话是什么？对西塔来讲的话，是不是一样？就变成是零边分之对边，那它就等于什么？tangent西塔嘛，对不对？好，所以我的 OB 找出来了，我的 OB 呢其实就是 tangent 西塔。OK， 好，这样可以了哈。好，再来最后一个那个也是一样的方法。那 OD 的话呢也是一样，你就写一分之 OD， 找出跟一还有 OD 有相关的直角三角形。好 ，OD 在那边 ，O 在这里。那也是一样，刚好跟刚刚用同一个三角形，那个 OCD 对不对？也是一样，请你找那个 OCD， 找三角形 OCD。为什么那个 OB 是 tangent 西塔？一分之 OB 啊？哦，写错了，一分之 OB 不是 tangent 西塔，要改，对不起，对不起。对对对，我把它看成零边了，应该是零边分之斜边，对不对？不好意思，一分之 OB 要改一下，那个 OB 是斜边吧？这边，你看一下一分之 OB 有没有？应该是零边分之斜边吧，所以它应该等于什么？等于 second。不好意思，这个 OK 吗？这是 cosine 的导数。对，所以我找 second。然后这个呢也是一样 ，OCD 一分之 OD 的话也是一样，一分之 OD 的话应该是对这个90度来讲的话，它一样是零边分之斜边，所以它等于原本是等于 second 什么？second 的90减西塔，好，那 second 的90减西塔等于什么？跟刚才讲的一样哦 ，sin 跟 cos 可以互换，就是找鱼角 ；tangent 跟 cotangent 可以互换，找鱼角一样。这个 second 呢跟 cosecant 呢，你可以互换，但一样找什么？找鱼角。所以也就是说 ，second 的30度会等于 cosecant 的60度。或者是 second 的50度等于 cosecant 的40度，好，所以这边也是一样，它就可以等于什么 cosecant 的西塔。好，所以答案就通出来了，一个是 cotangent， 哦 cotangent， 所以你要选 D。那 OB 的话是 second， 所以你要选 E。那 OD 的话是 cosecant， 所以你要选 F， 这样子 ，OK 吗？嗯，